气。骤雨同埋雷暴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，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。中午时分，新界有雷暴发展，元朗同埋屯门嘅雨势比较大，一小时录得雨量超过40毫米。下周炎热，但系空气质素比较差，各区嘅最高气温介乎32至34度，深水埗更加上升至35度。转下截至下昼5点，天文台录得嘅气温介乎27.5至34.1度。我哋睇睇7点钟气温系29度，相对湿度75%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。跟住到天气先生出场时间。预测大致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骤雨。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，气温介乎28至34度，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。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，局部地区有骤雨。而下星期中期系大致多云。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10，强度属于甚高。嗱，过去两日中午本港都有雷暴急速发展，令到局部地区出现暴雨。假如户外活动遇上，随时有生命危险噶。所以提提大家，当见到积云垂直发展、天色转暗同埋有凉风，咁行山嘅朋友就要立即落山，而水上活动嘅朋友亦都要尽快上岸。最后同大家睇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。广州多云，澳门明朗，深圳明朗，厦门天晴，台北多云，天津、北京多云，沈阳天晴，首尔天晴，上海天晴，杭州、南京多云，武汉天晴，大阪落雨，东京落雨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达多云，胡志明市雷暴，马尼拉明朗，墨尔本骤雨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明朗，奥克兰天晴，温哥华落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矶有雾，纽约天晴，多伦多天晴，罗马落雨，苏黎世明朗，巴黎、法兰克福明朗，伦敦多云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天气讲到呢度，拜拜。